他去考校度了，他要去考校度，就是说没什么信心啦、啊。然后会过就会过，不会过就算了。N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arson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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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呢是校队甄选日。你在拍什么？拍扯大件内裤。哎呦，你俩能讲明？总之呢，就是抱着一个。不知道会不会进的心态进去，这边拍个片段给大家看，就是校队在考什么。废话不多说，进甄选片段。排球校队，紧张吗？全部只有他自己有紧张吗？没有啦，那边还有人在考。紧张吗？我为什么不回我？紧张，很紧张。多紧张？大概在抖。对，没关系啦。今天可以做的暖身操作做一遍，可以暖一个暖一次。可以暖多暖。今天说，他现在变暖男了。过一过就算了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紧张，还有时间讲冷笑话。在登记。造成一团，紧张。刚刚填身高，填176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进那年我也填176。哦，填多少？177。啊？177。哦，那实际身高就不好说。哦，因为学长叫我要填高一点。谁教的？不要乱讲。就大概0.5吧。保守估计大概0.5公分。等一下考接球，就是低手、高手，还有什么？多高、垂直柱、跑发球、自由攻击。这项目我一个都不行，所以我觉得我进去的几率大概不高。那如果进去了，就是我有偷给钱。啊、等等见。还是我该考自由，这项目我一个都不行，我会第一关就爆啊！第一关考第一手，第一手偏烂、啊。我觉得第一趴还行啊，在掌控之中。现在贿赂一下，考官人蛮好的，我看他们的看我的神情都很和蔼，就是应该是可以啊，可以过可以过，拜托拜托，考官拜托了。快录，这样拍得到吗？现在就是，停电了，不是停电吧？那边还有电。不想让我考啊？怎么讲？考完班停电了，太尴尬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很棒啊，缓解一下我紧张的情绪啊。我觉得就考这样就好，这样我应该是可以进。应该是考这样吧？应该就只有考这样吧？人家没有再考了吧？就是因为停电的部分，吃个晚餐。OK 吧，好，直接接下一拜好不好？下一拜见。Nope. 不会打篮球。
感想如何？太开了。我打不好，我打不好。啊，你不会打二号？我跟他配不好。他要发对，看有没有发到。有。这个人的球技啊，然后哇，这个蜘蛛啊，这个自信的眼神哇，膨胀了，膨胀了。这个小眼睛，我操！要讲一下吗？用不用这边？球有点偏，但我这打就是三米，然后我打准了。这两天的感想就是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你还需要磨练啊。没错啊，够练啊，还够练啊。我是觉得我机遇不大，就是说，可能小不足啊。反正大二还可以再考一次啊。如果你还想很认真打，明年再考一次这样。你就先磨练一年啊。好啊，那先做个结尾，等一下再做。不是啊，风那么大，路小。确实。以上这些呢，就是这两天校队甄选的画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Garson， 我们下次见。当年扣的太屌了。